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侃侃而谈漫谈党文化节目。这一次呢，我们谈一个平反的话题。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又请来了加州大学的李健先生。按照惯例，我们还是先看一段场景。没通过。面试笔试都过了，人家一看我档案都不敢要我。哎，这可怎么好？你大一来信说香港杂志上讲政府好像在考虑给六四平反，赶快平反吧，这个尾巴拖着工作都不好找。平反？妈，你怎么还想不开呀？我爸当年当了10年右派，天天叨咕着要平反，最后是平反了，人也过世了，我可不想走他的老路。再说了，我当年保护学生有什么错啊？共产党凭什么给我判刑啊？我不用他平反，他也不配给我平反。平反总比不平反好，你看你现在可怎么办？那李健先生，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平反，它的这个来历到底是什么？它在这个中共的历史上到底有过几次平反？因为我想有一些就是年纪比较轻一点的观众朋友们对这个事情可能不太了解。据我所知呢，在中共的历史上比较大范围的这种平反呢，发生在文革以后，也就是1978年到1985年之间，当时胡耀邦主持了一个平反冤假错案。当时平反了据说300多万在反右和文革当中受到迫害的知识分子和中共干部，也连带着呢给文革前后在中共发起的历次政治运动当中受到迫害的人平了反，比如说1955年的胡风案，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还有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像刘少奇啊、彭德怀啊，就是这个时候给平的反。我们现在谈起这段历史的时候呢，好像非常平淡，只是几个冷冰冰的数字，但是呢，真实的历史实际上是非常残酷的。我们知道1957年的时候，中共发动反右运动，当时有200多万知识分子被发配到边疆和山区，其中呢有很多人在这10几年20多年当中呢被累死、饿死甚至病死，这样的人不计其数。前几天呢，我看到一份材料，甘肃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有2000多个劳教人员，其中呢大部分是右派，在1960年前后，死了1600多人。活下来的人呢也经历了非常残酷的折磨，比如说著名文艺评论家胡风，他在1954年的时候给毛泽东上了一个关于文艺问题的30万言书，因此呢被打成反党集团，后来呢定性又上升为反革命集团。有2000多个人受到株连，其中有很多著名的作家。在经过了10多年的牢狱之灾之后呢，胡风被迫害的精神分裂。1980年呢，胡风案得到政治上的平反。1985年的时候，有一些当初曾经参与过迫害胡风的中共干部去看望他。这时候胡风呢已经是这个神经麻木、口齿不清，他只能嘟嘟囔囔地说：“我再也不敢有意见了，我再也不敢有意见了。”那所谓的中共的所谓的平反，也就是恢复名誉、补发工资，根本就无法补偿这些人在20-30年当中受到的那么大的痛苦。那听起来好像中共真正比较大的这种平反好像就这么一两次，可是为什么在华人的这个头脑中好像对平反这个概念特别深？一旦社会上有什么运动啊，共产党又搞了什么镇压啊，大家好像总是盼望着说，哎呀，哪一天啊可能会被平反吧。我想呢，这是中共的铺天盖地的这种宣传造成的。中共一贯说自己伟大呀、光荣啊、正确啊，不但勇于承认错误，还勇于改正错误。那一直到现在，在中共自己的出版物上，在提到平反这件事的时候，还会说，当时有300多万干部得到平反，他们放下包袱，精神舒畅地投身于什么什么建设事业等等。那也就是说呢，对100万人、甚至上千万人的这种残酷迫害就被中共这么轻描淡写的一笔带过，而且好像被他这么一形容变成了中共的一个功劳似的。那李健先生，那反过来问，那您觉得他这种平反是不是也说明他某种程度上勇于承认错误呢？
这里我想我们应该注意两点。第一呢，就是你给我平反，说明呢你做错了。第二呢，你做错了，既然你做错了，就应该下跪忏悔，接受司法审判。但是你现在还是站得高高的，居高临下的给我平反，实际上呢，你没有这个资格。这里有这样一件事，我想对我们大家都有启发。在1970年的时候，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去波兰访问，当时呢，他做了一件震惊世界的事儿。在波兰有一个50万犹太人受难纪念碑，那勃兰特在参观这个纪念碑的时候，在众目睽睽之下突然双膝跪倒，当时这件事震惊了世界。其实勃兰特他本人在二战当中是一个反纳粹斗士，他是本人是没有这个义务去向犹太人请罪的，但是呢，他身为这个一国首脑这么做了。从这件事呢，我们可以看到，那杀人犯他只有下跪忏悔的份儿，他绝对没有居高临下给别人平反的份儿。其实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我们可以假想这样一个场景：当年在二战快结束的时候，盟军马上就要攻入柏林，希特勒他发表一个声明说：“哦，我现在要给犹太人平反，你们暂停进攻。”我们现在想起这个场景来，都会觉得非常可笑。这就是因为希特勒他们纳粹德国他屠杀了那么多犹太人，实际上是犯了十恶不赦的这种罪过，他已经没有资格再去给别人平反了。那他们应该做的就是自己放下屠刀，下跪求饶，接受正义的审判。那希特勒的这个例子实际上和共产党的例子非常相像。在过去几十年的政治运动当中，共产党也是杀害了很多人，而且迫害了很多人，他们现在已经没有资格再去给别人平反了。那李健先生，您说的这个道理，就是从杀人犯角度来讲，应该是不错的。但是共产党它毕竟是由人组成的，那么很多人会问，说是那过去的共产党人做错了，那后来的这个共产党领导人为过去的这些人做错的纠正错误，那这个是不是至少也说明共产党在变好呢？其实共产党历史上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啊，根本就不是领导人的个人行为。如果没有共产党一整套的这种专制国家机器的话，这些领导人根本就发动不起来那些政治运动。那每次运动之后呢，共产党都会把错误推给个别人或者一小撮，其实呢是一种掩人耳目的手法。实际这恰恰说明中共没有勇气直面自己的过去。我们可以假想一下，美国政府不要说把200万知识分子，就是把20000知识分子发配到阿拉斯加，然后过两年之后说，哦，我发配错了，我现在给他们平反，人民是绝对不会答应的。也就是说，不管是一个政党也好，一届政府也好，如果做了这么大的坏事或者是错事，那他只有下台的份儿，他根本就不应该有给别人平反的机会。而且呢，共产党的平反并不是承认他们发动的政治运动发动错了，而只是说呢，运动的打击面过宽了，或者是运动中采用的手段过火了。比如1981年，中共的11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一个决议，叫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那里面他们还在坚持说，反右运动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只不过被严重的扩大化了，造成了不幸的后果。也就是说呢，他们对运动的定性并没有改变，他好像在说，哦，我打你没有错，只不过打得太狠了。狠到什么程度呢？反右运动中受到迫害的知识分子，按照中共官方的说法是55万，其实很多学者研究应该是200多万。那文革以后，为了证明反右运动没有错，只不过扩大化了，在全国范围内有几百个右派没有得到平反。也就是说呢，有将近99%的右派都是被错化进去的。这就好像中共要打击一个人，结果杀了10000人，那您刚才提到说还有几百人是没有被摘帽子的，那我倒想知道这几百个右派，所谓的右派，当时到底做了些什么被打击了呢？我可以举两个例子啊，有名的右派张伯钧他提出一个设想，就是成立政治设计院，楚安平呢他批评中共的党天下，那其实呢都是在个人的基本言论自由限度之内。而且从他们的主观意愿上来说，他们根本就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这种意图，他们只是给中共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就算他们真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话，也是在他们的政治权利之内，其实也是完全可以的。
您刚才说这个共产党就是好像就是杀人犯是没有权利去给被害的人平反，这个道理是没有错，可是为什么很多中国人他还是觉得就是对平反呢还是有一种就是期待，或者说是觉得还是一件好事呢？我想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中共他自己的宣传，另外一方面呢我想是民众这一方面的原因，就是因为处在共产党的高压统治之下，人们根本就没有办法想象共产党还有这个下台的那一天，所以呢既然没有办法积极的去阻止他镇压，阻止他迫害人民，那就只好消极的在他这个发动镇压发动迫害以后呢希望他早一点平反。其实呢我想凡是有这种平反情节的这样的人，他在潜意识里都是默认了中共这样一种统治的逻辑，这种迫害平反再迫害再平反这种统治逻辑。那借用刚才场景中的这样一个镜头，就是说他如果说平反的话总比不平反好，那至少对于本身来说这个人平反以后他可以找到个工作，在现阶段是这样对吗？对于个人来说也许平反在短时间内可能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呢我想说这样一个道理，我们打一个比方说杀人犯自首总比不自首好吧。第一呢你自首算不算完呢？自首也得杀人偿命吧，法律在量刑的时候根据的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至于认罪态度呢只是其中一个很次要的考量的方面。第二，中共现在自首了吗？中共现在也没有自首，他还在千方百计地掩盖自己在历史上犯下的这些罪行。我们回到平反这个问题上来啊，平反呢完全是一种单向的行为，中共愿意恩赐多少就恩赐多少，愿意什么时候恩赐就什么时候恩赐，这个什么时候呢他想拿回去他也完全可以拿回去，人民在这个过程中根本就没有权利去争取什么。也正是人们认可了中共这种打击平反这种统治策略，所以中共在迫害起人民来才变得更加的肆无忌惮。如果这种统治逻辑继续下去的话，那今天他给你平反了，下个星期又来镇压你，那你怎么办？指望他下个月再给你平反吗？他可以随意的发动运动或者终止运动。另外如果说一个人把你的家人给杀了然后明天说哎呦我杀错了，我给他平反给他恢复名誉，你能够认同他这种做法吗？你会不会觉得这是一种屈辱呢？也许杀人者过于强大，你暂时表面上没有办法反抗，但是你至少心里不要习惯于这种屈辱，甚至认为它是一种好事，因为呢这会无形中助长杀人者的气焰，然后呢他会再去犯罪，犯完罪以后一个平反了事。我想说的是对于个人来说平反也许可以暂时解决他的一部分痛苦，但是却不能消除造成他痛苦的根源。讲到这个平反的事儿，我倒联想到国外啊，因为最近看到报道说美国呢他在二战的时候曾经怀疑怕这个日裔的美国人做特务，所以把他们都关到了一起。那现在呢这个美国政府承认说这是错了，那么在道歉而且还有赔偿，那这个跟中共的这种平反的这个是不是有类似之处呢？这种类似呢只是表面，其实实质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美国政府在赔偿这些日裔美国人的时候，他们不是说我给你们平反，而是实实在在的道歉，承认我当年做错了。其实呢在西方文化中呢没有平反这个概念，这个平反这个概念呢是党文化中特有的。另外呢就美国这个案例而言，和中共的情况还有一点本质的不同，也就是说他判决的最终的依据是宪法和法律，政府和当年冤案的当事人呢是处在同等的地位上的。中共的情况呢与这个完全不一样，中共永远处在裁判者的位置上，也就是说呢他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既是案件的当事人又是法官，这样裁判的结果呢只能是中共永远正确，他的镇压也有理，平反也有理。另外我想说明一点呢，就是随着对中共反思越来越深入，现在要求平反的团体也越来越少了，因为人们普遍地认识到了中共的罪恶实际上是超过了底线，一旦真相大白呢，这个中共权力集团不可能得到人民的谅解，所以目前不是中共给不给他迫害的老百姓平反的问题，而是中共作为一个政治集团没有权利再继续存在下去的问题。
那感谢李健先生今天给我们的精彩分析啊，我们时间也到了。是，那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这一期的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